Hello， 大家好，我是 Neil， TVC-Mall 的总经理和创始人，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7月20号将迎来 TVC-Mall 13周年庆，在此我仅代表 TVC-Mall 全体员工，感谢新老客户在这13年期间给予的信任、支持和帮助。在我的印象中 ，Peer、Joey、Matt 已经合作了十多个年头了，在此特别感谢你们一直对 TVC-Mall 的信任和包容。到目前为止，和 TVC-Mall 保持合作的 B2B 批发客户已经有3000多家了。正是因为有这么多客户的信任、支持和友谊，才支撑 TVC-Mall 有了今天的发展。TVC-Mall 的使命是货通天下、品质生活。TVC-Mall 的愿景是成为共生、共创、共赢、共发展的跨境电商标杆企业。我将继续全力以赴，带领 TVC-Mall 全体员工致力于持续给客户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选择和超越预期的服务。客户的满意是我们永远不变的追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工作顺利，事业长虹。 Thank you very much. Have a nice day. Bye.